这一天的安心家访公益百条动线，慈济志工带着相继奋等物资，逐户送祝福。有没有人在？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陈珠香的先生在外地工作，地震当天，他带着两个外孙跑到户外，一夜不敢回家。一下子几分钟就摇一次，几分钟摇一次。我们那天也没有睡觉，一样。德一法师带着陈珠香读经思语，调伏不安的心。 专注贯彻，心不要散乱，智慧开启，身心端正，自然万事都通。罹患糖尿病双脚截肢的王女士，看到师父来诉说心里的苦。地震来的时候不能跑，外劳很害怕，紧依着她。先别怕，亏了哈，这师傅给你祝福，多压力，哎呀。 感恩，诸位安巴，阿弥陀佛，精神不济的陈女士担心两个从军的儿子在灾区的安危，三天三夜睡不好觉。就是说要祝福孩子，因为妈妈比孩子还大，不要担心。对对对对对，弟兄也会互相照顾。对呀、啊。哎呀，不会让他那个单独。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 强震重创，使得花莲人心惶惶。慈济人家访安住居民的心，珍惜平安是福。这个价值是无限的。戴兴、郑善美志工，欢迎报道。